神奇啊！把车停在路边，带狗子拉个粑粑，居然还捡了一块玉！我也发现了，哦，他也发现了。这个鱼吗？嗯，一包油油的。那我这个是个鱼？玛瑙这是玛瑙，这是绿玛瑙。我去，老便宜了。我给它装起来，装在我的口袋里面。它灯一打的话是绿色的，是绿色的。那这个能干嘛？叼东西啊，可以打手链了，手串了。这应该可以出孙悟空珠子，悠悠。取的名字叫月圆，就是花好月圆的月圆。哎，不敢放，那是咬狼的。他把那块丢了。青花。因为他发现了一块青花玉，更好的。它是磨砂的那种面，又捡到了两颗白色的玉，这叫金石玉。金石玉，金石玉。然后这个在太阳底下照的，然后看到它就是红色的。嗯，又捡了。哎呀，这个真漂亮啊，太漂亮了。这还有一块大的，有带个大的，你看一窝子三块，还有一块小的，小的，你看。哦，也出现了绿色的。哎呀，还有一块大的，哇，这个漂亮，完整完整，哎呀，这个可以卖上钱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这块漂亮，这块拔掉了，哎呀，好久没检测了，一年没检测了，半年了。我真服了，这戈壁滩真的是，到处都是宝物。就是这一块和刚才的那两个小块，它是一体的。有没有人要？这可以放在茶盘上做摆件，还可以干嘛？可以雕雕玉牌呀、啊，可以雕观音呐、啊，雕佛呀、啊。哦。只要你喜欢雕的，雕石雕啊、嗯，挂件啊。这一块玉料只出500块啊，只出500块。你自己如果雕出好的玉来，那值几千块了。反正我就只卖原石料。勇闯天涯的日子，我们一起彼此陪伴好吗？月圆，月圆是啥狗？拜拜。